早安，早安。那先开个来聊天。等下5分开始打招呼哈。啊，不是那个兔子大便那个游戏，怎么讲？人太多啊，我要一个一个节育，很麻烦。他好像没有暂停什么东西的，这游戏是猴子射气球，是哎、欸，小鱼要不要玩？小鱼你休假吗？没事吗？他更新了好多东西耶、欸。要不要玩？不然刚刚在想说啊，我要开动物园吗？我好不想管那个东西哦。哇，这全部放生，全部来养兔子了。好，开始打招呼时间。你在上班？好吧，好吧，我们是不是没爱了？那、啊、你上班还看台？好，那个 Yumi 安安，陈志远安安，Chen 真安安，杨韵安安，白汤晚安，佑辰安安。哦，不行，我那些英文名字真的好烦哦。YUNHSIAO 安安，EMMA。0.0安安，晨晨安安，小妞安安，你赚钱养我，你哪会没啊？啊，我赚钱养你，哪会没？哦，是啦，谢谢你哦，苏文婷安安，你看我看到你多开心啊！繁星，我朋友家兔兔生了2只白兔，这个我该恭喜吗？要赶快，要照顾好呢。啊，应该不用讲，反正如果也不能这样讲了。嗯，可是兔子一胎不可能只生2只啊。啊，恭喜你朋友家的兔兔。啊，我当然是希望有正规正规啊，有好好的照顾跟好好的在养。好，继续。哎呀，好难念哦，Andrew，Andy 吗？不是啊，Andy 是 Andy 哦。安安，李亚正安安，白美英安安，可可乐安安，憨憨安安，Candy 丽安安。哦，昨天不是说，我前天不是半夜开吗？然后说好昨天要开，对不对？为什么没开？因为我完全没睡觉。我昨天，哎、欸，我前天开完之后，我醒到多久啊？我醒到下午5点。我本来说，啊，应该可以睡了吧，去睡一下好了，结果完全睡不着。要开台吗？哎、欸，音乐开台嘞，就。跟着看，哎、欸，杰克开台了，跟着看，然后看一看，看到啊，怎么5点了？直接这样没有了。再来是
FEB，FEB， 符合本年保险。安安阿威安安安南安。哎、欸，我想买迪士尼家哎、欸，我想说买了之后我就更废了。有好多以前的卡通里面，好多以前卡通电影里面都有。叫我那串日文，我记得你叫做艾莎不是吗？神奇艾莎吗？阿德安安，杰奇安安。我有失眠问题，我不是失眠问题，单纯只是你有东西想做。哦，免费 CS 哦，哦，那我就不用。哦，对，我还有在记你的名字的啊。英文不好念，我来改中文。所以你刚是谁？我看一下。凿云，凿云，凿云，凿云。哦 ，YUN 哦。好，感谢你。不用买，去当寄生虫就好了。对，所以我在想，那个是不是可以有共享账号这个东西？有的话我们来评分好不好？语音等级会影响吗？面对哦，迪士尼家他一个账号可以有四个装置哦。我要当寄生虫。他有家庭账号可以四个，然后连十台手机。啊，那谁要当四组？感谢不知道。黄信家安安，身体爆破先拔掉。嗯，哦，拔，爆破，好，好，好，这才是要钱的。丢个 CS 表示，有，都有看到你存在哦。我早上被其中一只鹦鹉咬，我不是说一只鹦鹉不怕人吗？就想要伸手进去摸它头，然后嘴巴就是张开而已，张开而已哦，没有想攻击。然后摸准备摸到头的时候，它一个转头，然后咬了我一口，干痛。感谢小月的超级留言。哦，然后小鱼，我要说的新角色是这几只，这只跟这只，这三只都是新的。还其实蛮好用的。我来，等我回台湾，再请我吃饭。好啊。星战的操作什么操作？没有，主要开这个主要是，看我真的很努力在解这个任务欸，想说我快可以全部推完了，这边的星星就快已经快可以满了。好想玩，等你啊！鹦鹉咬我靠腰哦、喔。欸，然后我爸每次将钱钱带回来的时候，就说：“哦，他会讲话，然后叫我教他讲话。”我说：“怎么教啊？要那种要常常陪他才能办法教啊！你不陪他关在笼子里面，他是教屁哦、喔。”那就今天看到那两只，就好像很想要讲话。我爸就说：“欸，你看这两只是不是很想讲话，很想讲话，对不对？你赶快教他。”去把那个以前教钱钱的那个复读机拿出来，说你每个都没教，我怎么教啦？糖糖安安，迪士尼有冰雪奇缘，我不是想看冰雪奇缘的，我是想看高飞电影。
超好看的。好，小月晚安。然后我现在就是把目前把所有的地图都打开了，像刚刚那张地图是专家。首先你要先打这个，干，我这个失败超多次，那时候打到很绝望。不然就看他们有没有伙伴。你要忙着高兔子去喂饲料，好，拜拜。好的，那现在要干嘛呢？他现在连线还是很麻烦啊，他现在连线还是会微卡，微卡，微卡。好吧，我们来破一些任务好了。然后这样就过关了。节操说新角色超难用，我说会吗？我觉得新角色很强哎。哦，对对对对对对，我你知道我一打开那个复读机的时候，我在挑嘛，因为我之前是教挑那个我爱你 I love you， 然后再来是，因为我忘记那个是第几个了，所以在刚从第一个慢慢挑，慢慢挑，挑到后面是，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我就说好，我要用这个，我要用这个。嗨，韩文，我在看《鬼灭》吗？有啊，《鬼灭》，《鬼灭》当时是看漫画、啊，那时候有动画才看动画。韩文什么时候来淡水？看一下哦，好，还是等一下来打日啊？就小月去睡了，然后小鱼又在上班，然后又在打日嘛。哦，好对不起他们哦。哦，最近《动物森委会》不是最后一次改版了吗？我看到土澳，我是很想玩，可是完全没有动力去玩了、欸，真的是完完全全，完完全全没有动力去打开它。那时候教主啊，那时候教主后置了一张普通戏，我放很久啦。那个布布的照片不是？哎呦靠，我流血了，等一下、喔，我不是说我那个吗？有痘痘，还有痘痘都是那种很大颗的，然后大颗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痛的，然后刚刚突然爆掉了，哦，好多血。在巴列岛直接丢掉50万，为什么？巴列岛不是那只狗狗的地方吗？为什么会丢钱？哎、欸，说到巴列岛，我那时候不是最后一只兔子来的时候吗？然后来到现在，我完全没去过巴列岛。好吧，有机会再去好了。就那时候只有两只羊驼来，啊，就没有去了，没下文。
有摊位哦，有摊位卖东西哦。聊天室有人在玩这个吗？玩气球，玩猴子射气球有吗？有的话，我可以教你们怎么练角色哦。你有，你靠腰哦，谁理你啊？啊，你们知道练角色的机制吗？不机制啦，对机制，怎样练最快吗？不是只有摆上去最快哦。放这边好。没有，那你们角色都练满了吗？他不是这次改版多了飞镖猴、一般猴跟。那个什么猴，忍者猴，有最终形态的这个，你们都练满了吗？没练满的话，可以教你们怎么练。好，现在教啦，反正还是要教。就是你随便开个，我现在正在解啦，就是后面会解到放弃嘛，就是你东西摆好之后。就不能去动它了，你就可以挂着练了嘛。那你就把一些主力都放好之后，通通放一模一样的角色。比如说你将要练这一只一般的猴子，你就全部都放一般的猴子，放满它。啊，可以的话，当然是结束后，结束后会得到钱嘛。然后就是以尽量可以结束的配置，就比如说你这艘船再加上。冰猴跟这个这三个如果都稳稳的破的话，那你剩下这些钱全部拿去买普通的猴子，那你那一场经验就很容易加到两三万以上，这样子。比如说，哦，因为我这几天，前几天呢、啊，不，那时候跟诺英在玩嘛，就发现说啊，怎么有角色等级不够，那个经验值不够。因为那时候我以为我练，他、啊、那时候所这只所需经验是500000，你看我解锁完之后，我又回到了30几万，然后飞镖猴吧，你看经验这么少，因为我练完之后就没有再开过它了。安安，再来是忍者猴，忍者猴当时好像是要100万吧？看好，不用看好了，就这个简单，然后选放弃。干，等一下选错了，这只英雄不行。挂台去杰哥每日跑个，好，拜拜。哎、欸，我想不，当时好像是选的。The Sun God fights on the side with the best art. 就是这样子，在这边练，简单放弃。然后这样子啊。我觉得这是不用练的啦。如果他出新的话，我可以直接买。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练。啊，这次可能不够28万嘛，28万7。那我是这样子玩的。哦，
然后通通应该是 B 吧。哦，这个，哎，不是不是，看一下哦。喂，喂，好，他不用射到，一样会有经验。啊，我不该放在这边的啦，因为这删掉好了，因为这只。点这个加速是要给自己用的，加攻速只给这只加攻速。你看哦。87623才第一回合哦。哎没没没。好，你看多少了？87623就加了600经验了，所以其实很快。好，聊天，来聊天。最近也没有什么动力去玩伺服器了，因为那时候也不是说鲤鱼王活动过了，不然就突然一个很没有上线动力了。因为我还有几只宝可梦还没练起来啊，请假王嘛，然后泡沫栗鼠跟奥古变都还没练，阿范安安。那就是眼睛一直其实要脏不脏的，就是其实现在是很累，可是睡不着，不知道怎么办，很麻烦啊。啊，要睡不睡的样子，很累但睡不着，是想做一些事情，但就比如说你今天想做点事情，但是你又没有动力去做，应该很长啦。那再来是那个，这怎么解释啊？就是你，我也是很想开台，可是就是也没有什么动力开台，也不知道玩什么。虽然我玩什么，你们只要听就好，你们只要看就好。我玩我的，然后聊天室就看我要不要顾这样。一点安眠药，我其实要安眠药还很多颗啊，可是我就是不想要吃啊。万一有人哎、欸，怎么讲？万一有人突然找我，你看，比如说杰克要抓神兽，他打给我，我叫不起来怎么办？这样，对不对？陈安安，因为之前看病的时候有开很多包安眠药，是很多包，开很多包安眠药给我，也不是说很多包啦，大概快20颗吧。那时候是说一天一颗，那如果真的睡不着，再加一颗这样。那时候大概是什么三四月吧，三四月份的安眠，哎、欸、不对不对，五月的安眠药，然后放到现在，那时候只吃了2颗，有一次不是半夜突然开台，那时候吃了安眠药之后想要开开看好了，那就回去听记录，然后干我好呛哦、喔，找球棒往头上砸，不用球棒啊，
球棒是拿来打球的好吗？不是拿来打头的。迷你安安，我、哦、那时候看到喵，他还 po 说那个有迪士尼家有那个，还是他念 plus 的，迪士尼家有妙妙熊哎、欸，聊天室有多少人听过妙妙熊？然后蓬蓬滴满历险记耶，哇，光是这些东西我就值得很想买了。感觉繁星完全不会让自己，也不是，就是我会有那种睡觉就诶、欸、虽然睡觉真的是很爽很舒服嘛，谁不爱睡觉对不对，可是我就是最近我会有一阵子会觉得说睡觉好浪费时间，干嘛要睡觉那样子。你们懂吗？就是觉得说哦，感觉睡觉会错过很多事情，干嘛要睡觉？比如谁开台啊，或是 FB 脸书新闻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样子。会是找事情做，也，会想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就是很没有动力做。像我私下也不是都在玩游戏啊，我可能就是都在看，比如说有人开台就去帮忙挂台，像诺英啊，然后允月啊、杰克开台都会去开个，然后挂一下这样。啊，私下就自己做另外一些事情嘛，可能在宝可梦孵蛋啊，或是我这两天是在玩 POE 啦，玩了一只角色，玩得很柯南，因为他那个流派是大后期型，我一开始就要用那个天赋在玩，就玩得很累很辛苦。孵仔安安。刚多少？287多，对不对？287,000，623。好，我们看一下哦。啊，不是你，那谁的？看，已经310,000了，就加了3万。然后就多打个几场，很快就可以，而且又有钱赚，完美。没想过有时间是用安眠药好好睡一觉，跟其他大大说别打扰的那种啊？什么意思 ？Hello，Hello，Hello。我想问繁星，兔宝宝和兔妈妈要隔，干嘛隔离？不行呐，他们要喝奶，要喝奶。干，你刚生出来也不能跟你妈分开啊，你要喝母奶的呢。那个至少要一个分开，至少要20几天，3个礼拜到一个月。他们这时候就要拼命喝奶的好吗？妈，你现在给我分开的话，我要去举报你。妈，虐待动物。就是你看到很多夜市的那种小动物啊，其实就是他们是趁那个小兔宝宝的时候，其实他们还在喝奶，只是眼睛张开了。那眼睛张开，然后其实那时候是，其实不建议吃饲料，所以很多夜市的那个业者都是直接把那种小兔子直接带出来卖。然后他们没得吃，只能喝水跟吃饲料，就强迫他们吃啊。懂吗？奇怪你有去做功课吗？你的是你朋友的兔子还是你养的兔子啊？
你刚刚不是说你朋友养的吗？你真的要做好功课哎，不要生完之后才做功课的呢。而且你不要一直去摸他们之类的哦。你朋友，那你怎么会问我？还是你朋友做的是奇怪事？哦，对，小玉还在吗？这边还有奖杯商店，那奖杯就是像打这种活动任务会给啊。通常这种活动任务干妈有够难打，像我这个从我简单跟中等打过了，困难太难打了，然后打过他有给25个奖杯，那可以暑假最后一天做功课吗？可以啊，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啊。我那时候看到有兔子耳朵的影片是没有卖了，要复活节才有。难怪。看一下哦，这里地球。他第一次养都问啊你怎样？那他有没有抓去？他是真的有想要生，有想要照顾才让他生吗？那他有没有考虑过要去结扎？我说兔子不是他，那兔子如果没有结扎，而且养一起很危险呢，他会一直生呢。那一直生怎么办？养不活，重养放生，这样子吗？建议啦，没有经济能跟他讲，没有经济能力，虽然结扎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可是你没有经济能力，你一直越养越多的话，你的开销会更大。对啊，海鸟安安，好，我们进行下一个。你刚打哪一个？放弃。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你要真的知道呢。生命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呢。没有啦，我没有凶你啦，我只是，我觉得，你知道什么了？嗯，这样就好了吧。安来挂台去忙了，好的，慢走哦。还是等一下上线钓加贺人蛙。我那天。钓到一个普通的之后就燃起了希望，你知道吗？至少有钓到了，杰克都钓到两只了，我钓三天只钓了一只，他第一天就钓了两只。小刘安安。瓜头蛙吗？甲贺忍蛙啦，瓜头蛙我钓到一堆了，然后至少会钓到青蛙，没错啦。你们应该也看过那个啊，喜翠造型的，那个谁，喜翠造型那叫什么名字？忘记了，什么个啊？索罗亚。
我现在的眼就是，我现在眼睛就是跟洗翠造型那一样，那种脏，很像困宝那种脏不开的那种。这个时候先说没听过就对了。哦，然后那个，我如果要玩钻石珍珠重置版的话，我会比其他人慢个几天，因为游戏片不会先到我这边来，会先去其他人那边，然后他再寄给我这样子，跟一个干妈合购。他是钻石，我是珍珠，除非我当天来回啦，然后顺便去找人，这样子。想张开但张不开，张开张得开，不是不能张太开，不是啊，不是说张太开，就是，我感觉我眼皮上面好像特别的肥厚了嘛，再养下去，就很像那个阿嬷有没有看过，蛤蜊，我的眼皮快跟蛤蜊一样肥了，林冠福安安。应该米安安，我宝可梦从小玩到大，到现在还是会怕神奥地区的森林羊馆。你是说那个吗？有都市传说的那个羊馆吗？神奥是哪一个版本的？那个红蓝宝石的吗？是那个双胞胎那一代的，对不对？是不是就是那个菜渣双胞胎的那一代？是钻石珍珠吗？是哦。所以钻针那个是什么啊？哥，你是说有很像，也不是豪宅，我要讲什么鬼？红蓝是方圆，等到是好，因为他重置前的那个故事我有看啊。它不是每个都会有那个幽灵系的那个都市传说放里面。我那时候就很爱看宝可梦的都市传说啊，因为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做很多那种考察。但好像不会过欸，我觉得打得有点慢欸，都不行了。可能要换组合了。双胞胎是超能力的，什么超能力？欸，我发现我升花5000块升这个，8000块换这个好像很亏欸。亏呀亏。我知道我最近是要干嘛了啦，我那时候其实是想要画那个赖贴图啦，想起来了啦。宇智浩安安，我那时候是想画赖贴图，然后就打开了 PS。首先，有三个让我没办法画下去的动力是，我的笔通关之后嘛，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我的笔刷感觉怪怪的。笔压、笔刷跟那些东西感觉就是怪怪的。那第二个就是我最近不是就是那个低潮期吧，就是整个人很不对劲。哎，那第三个原因是，我想到再跟你们说，我刚刚明明是记得有三个啊，哎，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好像也包含在低潮期吧，就觉得做好多事情好没有动力哦，完了。过不了了，
过了，过了，过了，过了。咦？我要先去木杆镇。有木杆镇？你是在玩宝可梦啊？木杆镇卖东西的，拜拜。好，拜拜。教主讲的双胞胎应该是在讲第一道馆前面那两个恶作剧双胞胎，大家打的得得得得得啊，就是讲那两个啊。因为那时候会看绿宝石啊，然后剑盾都是菜渣开直播我在看。那时候他还是需要有人陪他玩，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入手 Switch， 那就是陪他看他玩。而现在有 Switch 了呢，我可能干，等一下，我可能就是自己玩我的了。不断增多的气球攻击，每回合结束也不会休息，你能坚持多久呢？等一下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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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个意思哦。换只英雄，就是你啦 ，My Blaze， 一秀士啊，他这是没提示的哦，有嘞有嘞有嘞，当时才知道原来教主是人啊，我那时候就有讲过为什么我当时会这样子啊，因为他们那时候两个在吵架啊，啊自闭要有人缓和啊。你看，当时我讲出那句话之后，他们笑了，阿静声音也跑出来了。因为当时好像菜渣鱼干我阿静还有两个在看菜渣分享话，呱呱吧，还有谁？那时候就是必须缓和气氛啊，我才如此牺牲。说到剑盾，想要一球超人，剑盾。剑盾就不讲了吧，至少比阿罗拉好吧。阿罗拉真的是去玩的，拿到那种社区道馆冠军啊！你也在思考要不要玩买钻针分钻？其实可以啊，你看他重置。也不是，也不是，也不只是那个让画质变更好什么之类的，它还有新增很多东西啊，像它那个什么布置那个小屋嘛，然后就让你的那个地方，就比如说你布置很多绿色主题的，然后让你就比较容易遇到绿色那个植物系宝可梦。我觉得这设定就很吸引我了啊。你看，你的白色会攸关你遇到的宝可梦。菜菜跟巧克力。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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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垃圾车把菜菜载走不是吗？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一大堆人在看菜渣在玩啊，你看哦，如果那时候他们让那个气氛继续尴尬下去，是不是也不好？对吧？所以我才会牺牲摄像。原本一开始在等阿尔宙斯，对啊，一开始我的一个干爹叫 M 啊 ，M 也是跟我讲说，你要玩干脆就买阿尔宙斯玩吧，然后什么钻石珍珠，他说钻石珍珠他不会买，他说我要买也可以，因为他说钻真的故事背景是神作。啊，我是想说一直以来都没有玩，再回去玩宝可梦，我最后一次玩是水晶版，所以是20年前的事情，所以我才想说，好啦，真的该买了，因为之前其实剑盾我就有兴趣了，因为可以在野外
野外刷集聚洞这个东西就让我很感兴趣。辛苦教主了，不会啦，你们还愿意来看，我才比较开心。不然每次都在死人时间开台也不对啊。你看，我本来五点就要开台的，我说好啦，那再随便看个影片好了，你们看一看。哎呀，怎么八点半了？然后东西弄一弄，哎呀，怎么已经快十点了？然后就好弄一弄，弄一弄，开台开台。再不开演算法又要搞我，我又没办法活下去。你看，我最近是真的有在想，不是也想了啦，是确定会出去住了啦。因为我那个用了这台电脑之后嘛，你看这个3080多少钱？你万一因为没有冷气，然后让这个电脑坏掉爆掉，那是我自找的，我自己活该。所以真的要就是等明年，就是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冷，所以其实我电脑还撑得住。等天气热的时候，我就要搬出去住了。然后如果真的搬出去住的话，我在想我以现在的收入，是不是也要开始就是有个什么生活费的进度条之类的东西出来？因为你们也知道我是有道德洁癖嘛，我会讲就是，你们给我钱，我就会很想要做一些什么回馈给你们这样子，就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因为是喜欢而赞助，因为，我当然也知道说什么喜欢赞助喜欢的实况组这个心意，我也知道，因为，我之前也是，哎干。我之前也是有这样做啊，我最后还是有把重来，这个配置不行，不行，好像可以哦。顾聊天，我忘记。其他是看不到隐形啊，白痴哦。没事，还行还行。先买早餐了，好啦，拜拜，等你回来。你还以为这是节奏游戏，那就其实就很有规律啊，所以那时候其实玩得很开心，就在听他打节奏。早安早安，啊不是，我要生这只啊，我怎么又生了那只啊？在2个月左右就要面对学测了，加油！好了，这就是我暂时无敌的配置。小龙早安，这个火墙真的很棒，真的很棒。你看那个阿伯
刚刚出门买早餐那个阿伯，想想他当时也是个死小屁孩，现在都已经大学了，然后再看看我，啊，老人，就只是个老人，这冰冰就是训啦，叫，嗯哼。跟朋友玩的时候，常常放隐形过去，就真的有时候玩太嗨，就是看着那个大家看着一个隐形，就这样子慢慢的飘过去，还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在原地一直叫，对吧？放尊重哦，什么老人？没有，欧云爸爸早安。好了，该放这一台了。好。好了，大家看到隐形了，我是觉得很好笑啊。我就真的只是，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这条强力啊，强大大，所以现在英雄都带 ID 啦，你是说那只黄白色的猴子吗？你还是比较的，我的期中考还是第二名，好好读书。期中考数学59分还第二名，59分还第二名。哇，你们班是只有两个人，还是你们班都在混呢、啊？哇，那你要好好珍惜你们班呢。艾蒂安，这字对不对？不是、欸，安多拉。艾蒂安是哪只？我怎么记得我印象他啊？啊，这个哦，白痴哦！没有，他很多英雄都是到后面才可以看到隐形的啊。还有吗？好，没有了。思路反向。好，相反的，啊、嗯，相反的，咱们怎么办呢？放哪里呢？嗯，什么英雄？嗨，哎、欸，韩国，你是真的要来看我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你不要改哦。就很烂啊！大家都考个30分，哇，那我都考不到10分呢、欸。包包安安，为什么会考不到十分？就是因为我们的数学题、英文题、国文题那些都没有选择题，通通都是填充题。好像只有它是全图反隐形，所以是全部的人都看到隐形吗？哦，那真的很强哎、欸。因为我当时以为他就是一堆无人机在那边飞，我觉得很好笑。看你什么？
干啊，不是一直说要过来过来的啊？好啦，我就是当做你在骗我吧。你又怎么了啦？你每次打那个生气的就很好笑，怎么了？你又怎么了？你跟我说，你又怎么了？好了，大家休息。记得国中的时候，我哪有不看？记得国中的时候有一次期中考数学，整年级300人，只有34个人、38个人考及格。哇！我反而喜欢填充，超讨厌。可是。我那时候填充英文，你知道我怎么写吗？有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嘛，就嘚嘚嘚，然后一个底线，嘚嘚嘚，底线，嘚嘚嘚，底线，然后我都写 A 或 AT， 就小写的 A， 小写的 AT， 或者什么意思，and， 我都这样子乱加。有老师就是还是算我过几格，你知道超好笑的。那时候是高中呐。因为我那时候我说我国中是整个放弃数学了，英文了啊。一个句子主持动词，我就是这样子加，对啊，靠晒啊，真的就只能这样子啊。那超好笑的。哎、欸，不对、欸，我没对、欸，到底对不对？好，加攻速，快，更快。哦，这个啵啵声真的好好听哦。你的英文考了99分。忘记句号了，我还是觉得我很干的是我那时候，这算生物吧？那时候就是，他是说铁在什么情况下会生锈嘛？然后一是 A 是油 ，B 是水 ，C 是海水 ，D。第一我忘记是什么了，然后我选海水，原来那题答案是水，因为老师给的答案是，给的理由是，今天问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会生锈，而不是说在什么介质下会加速生锈，对，所以那题答案就是水，我觉得干，这陷阱题耶。我就是因为那个写错，我就考了98分。因为生物是我所有科目里面，这是落差最大的欸。哪有人是全部科目一个是满分，其他都是不及格，其他都是低于20分。一个考190几分的，其他科目考十几二十分，所以那时候大家以为我作弊啊。你选海水对不对？白那个那题不是很白痴欸。题目读清楚没有？他只是说哪个啊，水也是可以，海水也是可以啊。字丑被扣分，我女儿也是。欸，我字太丑也被扣分欸。对啊，海水跟水，哦，对对对，我那时候也是去理论，然后我就觉得我一个平时什么东西都考不及格的，去理论这件事情又觉得很没有说服力。哎，我怎么6000多分？我6000多块啦，不是6000多分。
我们不聊天啊！白痴哦！哎呦，知道了。 所以他的老师的意思是说，只是问说哪个会生锈啊？啊，没有说是更容易生锈啊？老师根本在针对吧？也没有欸，我觉得那时候最好笑是我们。 我们的那个什么军训老师，高中军训老师，他那时候说给了一个问卷考题是，前面都很简单，然后后面有一个考题是，马路的三个什么东西忘记了，你们听到马路然后跟三个东西吗？然后一般人会想到什么停看听对不对？因为其实那时候。 几乎所有被当的人都写停看停，为什么所有人被当呢？因为那一个题目就占了50分，所以你前面那些再简单的你全部写过，你满分也只有50分，你这一题没有写对，你就是不及格，会被当。然后那一题答案叫人车路，西仁安 ，hello hello。 这没西人安，我没有以上皆是的选项，因为那个时候有油啊，就说有水、海水，还有个真的是忘记了。这题很关键，对啊。然后还有一个老师是，请写出，就是我们好像一个数学老师，写出老师的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就占了40分。 好好笑的，所以你只要写对名字，你就几乎是可以合格了。应该可以了吧？不用分什么。啊，你们老师没有这样出的吗？ 然后写对老师的名字，我中医老师有出名，有哈，对不对？不是，是因为很多老师他们说教了已经快3年或2年了，还不知道老师名字怎么写，或根本不知道老师叫什么名字。 哦，然后哦，看到聊天室有个超屌的，我们老师是说，就是题目是要你造句，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是经济嘛，就是请造句经济，然后什么公司类似这种东西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半天就写，然后我们老师就说。 因为那是我们老师出的题目，他说有一个同学很屌，他怎么屌法你们知道吗？就比如说，今天有个造句是，比如说好，聊天室嘛，希儿、月、阿杯、佑成，你会怎么造？可能说什么希儿很漂亮啊，阿杯很白痴啊，怎么之类的。然后有一个班的同学是他是写。 希尔我不知道怎么造句，然后阿杯我不知道怎么造句，月我不知道怎么造句，佑成我不知道怎么造句，还是这样子全部写上去就复制，然后我不知道怎么造句，我老师说他过，他超强的哎，啊按错了，如果你们老师有出这个的话，来教你们这一招。 然后有一次有遇到一个老师，他是教那个商业概论的，然后他那时候就是题目出的还好，但是他留超多空白的地方，就是，我们通常你看画面嘛
就比如说是一个 A4 纸，然后通常不是有时候题目是啊，这横的看好了，左边一排，然后右边一排，对不对？有时候考卷会这样子，它左边一排，然后右边只有一半，只出到一半而已，然后它下面是写说在这边可以开始作画，他说画的好看的话有加分，他说最多加10分，他就很开心那边狂画猛画。然后那时候我们监考老师就说，奇怪，你们怎么都很认真的在抄什么挖沟的，原来在画图哦。然后后来不是最多加10分吗？然后那个加了15分，对不对？超天才的。不是，老师蛮两光的，就是已经学期末了，就是我们高三准备要毕业了，所以才会出一些很好笑的题目，老师名字啊，然后造句啊什么之类，才会这样子出。我女儿的考题有一题问烤箱是什么，使用下列能源：电能、瓦斯能、太阳能、热能。答案是瓦斯能，结果被干爆。难道没有电烤箱吗？太阳能、瓦斯能，有瓦斯能的电烤箱欸。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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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在用烤箱的，难道烤箱不是插电就可以用的吗？啊？欸，我真的不知道欸。啊，所以那个老师有被干爆吗？他是男的吗？啊？原来瓦斯不是电，有啊，有哦。我去搜寻，这已经颠覆了我的认知了，欸。干爆啊，女老师！欸，可以哦，走。欧元爸爸，我们走。你家是电烤箱？对啊，有瓦斯烤箱吗？瓦斯，还是他家是瓦斯烤箱？有瓦斯烤箱跟电烤箱啊。你想找的家电影音网路达人人气推荐瓦斯烤箱商品，加皮特卖。哦，白痴哦，是那种很大台的烤箱哦。白痴，它是那一种的，那种超大超大型的那个啦。哦，旧代，对对，烘焙教室，对对对对对对对。它这个是陷阱题吧？傅彦安。哦，你看他这个问卷就掉出有没有人在烘焙了，有没有？大台电力耗很凶哦，这样也合理啦，用瓦斯比较好。后来送分，哈哈，好棒哦！他怕被干了。哎，好了好了好，下一关。我本来这些想说等诺英来陪他玩，可是想说他最近好像也没有。重新开始，然后退出。我想说我这边关卡都没有打过，想说等诺英陪他打，可是他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在玩，因为我都有贴啊。网络上有一个，你们有在玩这个的话，我贴一下。这个频道还蛮认真的，他没认真，他还蛮棒的，他每天都会贴每日怎么过。这个人的频道啊，我现在贴的是今天的每日怎么过。我想干嘛？我想去看一下那个老师。总被干爆
还是你是说我跟诺英玩这个东西，我想干嘛？没有，我就只是想过任务啊。所以刚刚问的问题不是要问那个吧？应该不是我想问那个老师干嘛吧？我应该是误会了，对不对？哎、欸，这极难真的是很难。这个我没有，我好像我来看一下，我会被骂，不对吗？有在看？你有看这个人频道吗？你看，有一滴血，你不能失误哎、欸，你不能失误哎、欸，然后打到100关呢、欸。为什么不想玩？就是觉得我每次打到90几关的时候突然死掉，就觉得干这半小时我在浪费什么，就很浪费时间在打这个。超香，你的超香是都打错字啦。我体育课丢垒球差点丢中老师，你是差一点很可惜没丢到老师，还是不小心差点丢到老师？你知道这个差一点是有两个意思呢，是那种可恶差一点，那、啊、还是啊那种，要讲清楚呢。我们玩过吧，但都是 GG。对啊，我没有玩过啊，但是就是之前跟谁无缺他们玩不是吗？啊那边妈的，全部都盖香蕉农场，盖到死掉。每天都在等他的攻略。对啊，我改天去他的频道留言好了。我说最近回锅，谢谢你的影片，让我在很忙的时候可以轻松过一些每日任务，这样。很像丢了，很想丢老师。我们要去比赛啊！香蕉很重要，我知道很重要，但是再重要，血量只有一耶，你再重都要都不能要好吗？看一下哦、喔，现在有这个烧隐形的跟铅球的。啊，隐形的还没。好了，暂时休息。等一下哦，这可以撑到28关。涨价了，137。那打这个另外一个好处。是有经验值啊，可是亏就是亏在你结束后没有钱可以亏啊，亏亏啊，亏我的骄傲。哎、欸，那个谁月，你建议农场是用什么203还是230？你会用哪一种流派啊？点下面还是点中间还是点下面的？木关安，230哦，哇，来不及的。我也觉得230比较好，有10%利息不是吗？只是就要记得去领，没有领的话，全部都是泡沫。什么？不过这是之前玩代码猴子的后遗症。什么是代码猴子？什么叫代码猴子啊？你几个意思啊？哦，他可以站那么上面哦。
太贱了吧！你看，这就是那种，他已经走到这边了，就是那种你的手碰到超过那个桌子，会被人家拿刀子戳，拿圆规戳。会加钱的那只，你是说英雄吗？ 刀子戳太凶，他可以更凶哎、欸！我再努力让他戳更凶。这里好，艾杰瑞，完了，出事了！ 出事了！坦克右边那只英雄，走耶！看一下、喔，我记得什么？是啊，哦，代码猴子哦、喔，哦，Then，我叫他，他叫什么班什么？忘记了，忘记了。 这刚刚问题在哪里？打不够痛，然后，所以刚刚应该还是选择用这个。看完这个，一下子1个小时就过了。这是什么游戏？ 啦啦啦啦啦！我打一下哦、喔。这个，40关的气球真的是有人看。其实，我太高估这只了啦。 刚刚如果我是盖这个的话，可以过。干嘛？嗯。好。
好啦，这个打完我们来打麻将吧。就打完已经快12点了，80关呢、欸。你要不要想想看我讲了什么？80关呢、欸？手机要充电了，拜拜，拜拜。 播，酷！夜什么？但你们还是很喜欢麻将，是不是？<咳>我应该真的会安排，就是每个礼拜的一天，就比如说礼拜五的晚上好了，然后就是跟干爹互动啊，可能打日麻，或是。 就是只限定跟干爹这样子，就毕竟你们都加我会员，毕竟还是要有一点跟你们互动的游戏啊。麦块就算了啦，我是说伺服器的话，麦块就算了，因为管伺服器太累了。那个什么，之前是想说就是，可是麻将也不是每个人都玩嘛，所以不会每次都是麻将。 对，还是会想一下，毕竟不然每个人都说什么啊？可是我不会玩麻将哎，不会玩学啊，对不对？不会玩就给我学啊！长大，啊，总不能我为了你去学。 为了你一个人去学一个不会玩的A配这样子，要集中了，只能听教主和了。哦，对，那不是啦，哦，不是，我在讲什么？那只好我不开麻将了。那，<笑>啊，干，我又没有要集中，要打。想列个行程表游戏吗？不会，因为通常来讲，而且加上我最近的作息，我列行程表应该是自杀行为。 我只会开一堆空空投资票给你。啊，昨天不是要玩那个，你怎么没有开？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哎，40关哦，来准备一下。这里好了。你就是看着我入坑麻将的，那我等于是跟你一起学习麻将的。 没有开玩笑，等下打完啊，打完再去开，不可能会输吧？这个只是简单呢，输的话我就只能开日麻了啊。想房间学日麻的，那很棒啊！而且玩日麻也不一定是为了我啊，你看隔壁台也蛮喜欢玩日麻的啊，所以。 多学多学士多一些机会跟其他实况组玩，就不一定要为了我啊，对不对？哎，我其实这个强不强啊？因为我是蛮喜欢032的啊，就感觉这个又很强。 还是我2024看看，好像很强哎，就只是他不能周围兵而已。
教主，你的 flag 好像立起来了。什么 flag？ 你说什么？你说会输吗？你要确定呢？你要确定我真的会输呢？你看，这是完全生都还没生。我附近没朋友打日嘛，你可以加入兔窝啊。也不是说怂恿你加入啊，是，我们现在兔窝 DC 群，目前唯一活跃的就是日麻的频道，那群赌鬼还是每天在那边自然客那边做梦，自然客国师所推的，我看一下哦，最近的是，什么东西啊？二杯口还有什么？哦，他们在po，刚看到啦，海风的国士无双，还有段位，那个二杯口没成功，有我看到了。我很喜欢看这喷东西出来，而且好疗愈哦。哎呦！感谢朔月的续订。最近天气冷了，教主和大家注意保暖。不是，白天我家好热哦，我家是晚上才会冷。感谢会员，还是感谢会员 CS， 我就这样讲好了。感谢会员 CS 哦。我感觉这好像也很强耶，因为毕竟我那时候只能。周围一点点，他现在是直接可以打热气球。你现在这里19度，我现在这边22度。你家要回到之前的状态了吗？什么叫之前的状态？我家一直都是，我家现在是日夜温差20度，昨天，前天啊，前天是早上34度，晚上14度。如果会忘记收银行的话，可以试试03的。是哦，难怪我那时候看到，干嘛不点第一个的？不点第一个不知道干嘛，浪费。哦，原来他自己收哦，了解了。好了，好，这个状态我应该可以去尿尿洗澡了。无名安安，啊，这个也可以点了，然后点这个。这里外面17度，没事啦，晚上就知道了。晚上你们就知道了。你说多少032吗？
干！<笑>哎呦，对不起，不会骂脏话的。三、二，你说这是自己收哦？自动未收集的香蕉有获得几乎全部变成现金。哦，真的？啊，怎么攻击力不够了？ 我可以打到100关吗？一百关会送一个道具。我想说，怎么完全没有钱？发生什么事情？ 继续，到100关，那这样。 画面很乱，画面很乱。 先升他好了。嗯，我没伤害啊。 是说过了80关之后的钱都会减半吗？更难赚。惨了，过得了80关吗？我白痴应该先升你的啦，哭啊！顺序搞错了，哦，这才最强，你看看看。 看看这个攻速哦，9万。
银行的钱可以放的更加更多，你是说这些的吗？零三二的吗？那如果这个的话，我就是只能一直手动收了，不是吗？所以零三二的话是放着不要理它，会越来越多，它只会到一个上限值，对不对？银行的利息，那这个的话就只能自己收了吧。都是哦，所以，哎，那我零三二是不是只要一个就好了？还是要东东都有零三二才行？因为我这个不是零三二啊。哦，我懂了，所以最好还是全部都零三二比较好。哇，这个好亏哦。这个只是比他们也不对耶，这个你看多了快多了1000块，这个22230的多1000块，所以我这个230的还是都不要去碰它这样子，不是都会到上限不是吗？会到它的上限。方面好乱，你看猴子银行的介绍，这个，哎，对耶，对啊，赚取15%的啊，可是他并没有说，可是这个032的才会说没有收到的啊，他说满了啊，但是我这个会满的更快啊。你看这个已经7500了，我上限到9500啊。好，死了，冲死了。哦，我刚刚一回合收一次，哎，得到了，好了，可以离开了。我好大啊！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其实就是个别收吧，像这个满的话，就先收起来啊。我刚刚意思是这个啦，不然。这一栋他满了不会自己收啊，好了，我可以去自杀了。怎么自杀呢？先把这个卖掉，我把这个卖掉，那就可以死，就可以卖掉。这个刺太猛了欸。你还在丢高哦，他最后是砍这个样子哦。花木兰，黑暗齿轮退出啊，因为他会出现那个啊，
他不是会出现那个什么存档再一次吗？你看会看到左上角存档，我觉得很阿展。好啦，换游戏咯。但其实我玩这个也没有到很专精啊，我都是固定套路在玩。来感谢你教我这么多。好啦，开始抢咯。有人藏。放射房间，修罗之战，放射，以为是这个吗？没有，来，现在开始，这才是正式的放射房间。94751，其实你也是这礼拜才开始玩的，哇，那你很强耶，干你去你妈的！一堆疯子。开局就要打两个 boss， 我的天哪！鬼啊，又是柴鸟，又是火鼠，阿贝就算了，阿贝就给他算了啦，阿贝就是训啦。しまった。调一下声音，我好像有点小。柴鸟火鼠还好啊，我知道还好啊，这就是运气的啊。然后你的意思是柴鸟最近的牌都很小是不是？你竟然会吃牌？你不是都是平和的吗？柴鸟变了，这么久没玩他竟然变了。看我的牌好小哦，打错了啦！应该说不该吃的，不该碰的。没事了，我先逃了，谢谢，谢谢阿杯交给你了。阿伯坦住啊，阿伯好，王立恩拜拜。跑真快，当然要跑啊，会被羞辱欸。哇，三个 C 耶。龙哥要掰了啦，龙哥不是掰啊。我先跟鱼说一下。我没睡了。哇，火鼠啊。不对，阿贝，你怎么都打万子啊？阿贝，你为什么不要万子啊？摸不到齁，一直没进章吗？
哇！哎，我又很大哎，大家都蛮小的嘛，没事没事没事。你那什么脸、欸、好可爱哦、喔、哦哦哦哦哦真的假的我在想欸少一番哦，少一番哦！阿伯，你断了，阿伯，快回来！干嘛阿伯你不要说你在那边打牌了哦、喔、你不要说你的梦里面你已经在打你打了一张 CU 阿伯进六所进六条更棒我知道啊可是我如果没胡的话我就是那个啦、啊、干你现在在打如果我刚放弃的话我只能靠自摸了他不就镇定了好两番了、啊原来那么大的吗？一杯口不是一番吗？是两番吗？门清啊，门清，是吗？哎、欸，我忘了、欸，太久没打了，看一下哦、喔。啊、一杯口，是啊。我、哦、一杯有三色吗？六四五六四五六三四五没有啊！刚不把那个哦六万宝牌啊！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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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太久没打了，完蛋了，完蛋了，你们要气死了！我要回到那个不会打牌的繁星，你们要气死在聊天室了。哇，你怎么那么多字啊？好不好？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了，有没有？看一下、喔，摆个聊天，摆个标题。嗯，二九打打。上家有梦想，什么梦想？火鼠，你听什么啊？是火鼠听什么？火鼠，你的牌是什么？
我真的假的？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你没有梦想哦，好啦，应该也没办法梦想。好吧，原谅你了。没有，他不可能啦，他就是一个不会做梦的人啊。靠腰啊！为什么不打酒？因为我在吃鱿鱼，我在那，我在吃透抽。银河没了，没事啦。我又可为什么不打八条？我打八条，我就没听牌了啊。哦，对，为什么打八条？对耶，我真的太久没打了，我在干嘛啊？天哪，我白痴哦。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对耶，我在想什么？哦，让自杀哦。哦，眼睛好痒。再吃啊。欸你。哦，不要吃啊，我减肥好了。都不要吃，都不要吃。不吃了，不吃了，都不吃了。那我喝汤可以了吧，蛤蜊汤。有海鲜啊，没办法啊。啊，蛤蜊会过敏哦。欸，我真的没办法想，我万一哪天我突然跟哈基一样，是突然前面可以吃虾子，就活到后面没办法吃虾子，我应该很痛苦吧。虾子好好吃哦。
每个人都说海鲜不新鲜呐、啊，啊都没有想过真的是体质问题啊，就是不能吃啊。对啊。有意思，要打男，你管我，你管我，我爱打什么就打什么，你再讲的话我就把这些通通打掉。不是海鲜什么东西，你看为什么不想打日马，为什么不想打日马，去你的为什么会震听算了，没事没事没事，好啦，我关台了啦，也不想看聊天室。别难过，不生气，还好啦。昨天最好笑的是那个，我在捷克台有个观众在那边闹，然后闹完说什么繁星好凶，然后我就说我这样叫凶？问号，然后。他就打什么这不是我认识的繁星，繁星不会这么凶的啊。我说啊，我平时很温柔吗？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干你想一下呢。他后来他就说，可是繁星，他说我是男生呢。我说啊，所以咧，我凶人不看男女的啊。我那时候想说啊，你男凶干我屁事哦。去你的。对啊，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哎，大凡，你看嘛，那么乖，我把他踢掉。喂，最后一局了，我要吃东西了。不要这只，这只讲话太久了，换掉。你不换，我不开始。这只讲话太久了。我发现他讲话比那个绵羊妹妹还要久欸。啊，你可以选那一只啊，但是你不能合超过两条字的。啊，信你怎么断线了？懂吗？你就只能这样立直，然后没了。什么荔枝一宝牌没了，你就只能这样子，你不能念超过四个字，好吗？你要控制好你的力度，还是你是想要贴那张脸？那个脸很丑的那一只吗？雅思安安，雅思没事的，今天没有那个没有扫大便。今天放弃扫大便了，在那边射气球。
我在开那个游戏之前，我就想一下，干，又要扫大便呢，好累哦。你要先对不起，怎么了？我不知道啊，我想头发颜色很像。我没放弃我可爱的兔窝，我只是把兔窝变成永远放在最可爱的时候。有没有人会讲话？这样兔窝永远就是会是最可爱的样子。哎，信你回得来吗？我知道你可能在努力，努力让我们变成打三码。你傻小你四麻都会断一下，所以你第一回合会先让一下那样子吗？完了，凉凉，遇了。你真的国士无双哦，哇哦，赞哦。好，晚安，拜拜。你看，如果你刚刚选那只角色，你念完这句也要十秒钟好了。你看，你既然要念这么长的咒语，你就不要不要选那只。可以吗？可以跟我约好吗？凉凉，你们现在有听到鸟叫声吗？之前想说浅浅来就算了，突然想到不对，和尚很吵。和尚超级超的，这你们会怎么打？狗西木手，我就幸回不啦。哦，你说你的第一场是指一整场啊？我问一下哦，对家是谁？是聊天室的吗？是 Milo 吗？一般是冬衣而已，但不管怎么接这么久，哇，我也不知道呢。对哦，好的。想说怎么好像有点眼熟，熟来熟去。
手洗么手，一刀不手，完了。野人安安，干，我怎么没有死？都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死？没了，凉了。我的一条呢？我的一条呢？哇，信真的是没玩到欸。你这全没意的事。啊，干你的啦！哟，我出事了。你没事，我出事了。哦，他们叫好吵哦！你要换手机了，换啊！对啊。为什么你一个断线的还活着？你的分数还是我的三倍耶！我路路途安安，怎么会这样子？这游戏是这样子吗？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有一个人又哭又笑，因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哪个不见有希望呢？嗯，他是不是吓到我要吃他？我要吃你咯，这样子。吓死他，然后一发干嘛啦？哎、欸，死了没了，我被吓到了。这哪会老，他还有在播不是吗？结果他有在播是都几年前了。你现在嘞，你还活着吗？好，他还我解脱了，你是把我解脱了吧？你把我给解脱了。阿丽儿，你不出门了？哎、欸，没人了哎、欸，那我们两个开始吧。还有人吗？五星啊，化星啊，进得来吗？进不来吗？哎、欸，最后一局哦。太恐怖，为什么？哎、欸，好啦，新进来吧。等你，你说。没事没事没事，他刚刚没玩到。你被硬生生炸个一万六，不是啊？你也炸我！你还在听台？哎、欸，信振作啊，信！
你们之前不是说用什么会动的图会卡啊？怎么这个没有动你也卡？仙子贺安安，你好久没来了啊！你也说要送我爱心没送啊，对不对？没事啊，没事啊，没事没事，我继续滑 FB 哈。我估计他又是个闪电的样子了，我要以后叫你闪电侠了哦。你刚刚又想正听十三面，我跟你讲，如果你刚刚十三面的话，我会剪出来。考不考虑玩个明镜？不会耶，会连装的我都不会不考虑玩。太久了，不然我也想玩那个啊。单人如果没有那个没有连装的话，我会想玩。没事啦，我就说没事嘛。我说蜡烛、爱心真的是你们没地方花，再给我就好。啊，还要存的话，我也是说你们那个优先啊，我都没有。把他打什么啦？三人东其实也很快，哪有啊？我那时候也是解个任务，结果解半天啊，解不完。在搞哦。看下个月还有圣诞节，这次万圣节我觉得我刻得很莫名其妙，想说哦，圣诞节刻什么都刻，就刻完发现好像也没有到我很喜欢，就感觉只是为了买而买，而不是为了喜欢而买这样。圣诞节要买鹿角，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那个披风，红色的那一件。张是不是？哦，不是，最近多存点吧。我最近我的司机很少在跑图了，哎，不是，我的司很少在跑图啊，比较少在跑了。
他最近我们都是晚上十一点十二点开始跑，然后有时候太晚就会说，不然隔天早一点跑。结果常常不小心就只跑了蜡烛而已，然后都没去吃海胆，都没吃啊，说到海胆都没有在吃。来 Marco， 我跟你讲，如果我下次玩三人东，万一玩到超过15分钟，你要怎么办？长桥！哇，那一段如果没有前面废话的话，应该剪出来吧？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我就说我会买斗篷啊。光遇的蜡烛重置玩一小时，那是因为那个啦，他的那边是世界节约日，那边会玩一个小时，忘记几天了。哎，我们在打两人麻将哎。对啊，没办法了，我要回去重新补一些排效率的了，好久没打了。我打什么了？一百耶！哦，怎么不是二饼啊？我要捶心肝了。告诉我，小丁，你有什么兴趣？没了啦，好烦哦、喔！哎、欸，干，你不要故意哦，你不要故意哦，你不可以哦，你不可以打什么打什么哦。啊，算了啦，没了啦。你有什么兴趣？你喜欢动物吗？呵呵，动物哪一种？哦，对，如果买迪士尼那个的话，也可以看到《狸鼠王》了。可惜，
我发现我就只有刚跟你们打的第一场有糊过嘛，那、啊、还有吗？是不是就没有了？我不是失忆了？你佛系跑图，我应该也要开始，就是每次都吃辣，那个吃海胆，不然真的没办法、欸。我最近蜡烛很明显变好少。有想要调教排校，你在跟他笑？你在说啥笑？哎、欸，韩文你还在不在？是不是不见了？哎、欸，对耶，还有还剩下买的手段哦，都忘记了。啊，可是最近好穷哦，不得不说，真的好穷哦。我来当一个厚颜无耻之人。从没看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烦恼。好烦呐！最近活动速度真的越来越快，还好吧？就万圣节在，就是圣诞节啊，没办法的事啊。哦，静，终于放枪了！啊，你怎么回来就放枪了？对啦。我要乱玩，我要气死你们！啊，真的很累，我也很累啊！干你！哎呀，没有要这样玩啦！你是不该回来的。你也这么觉得对不对？我也是这么想啦。500块，好，1000。再加上3个会长啊！我等一下上线去挂一下那个好了。我们家雨林不知道跑哪去，昨天说要跑，就说跟人家约了。告诉我，小林，你有什么兴趣？看来只剩下海胆可以陪我过。真的不行这样欸，不是欸，不是欸，我的咖喱饭还没吃欸。现在搓麻将。对啊。我、哦、白痴，我连今天的祭拉都还没领欸，你看我多忙。坐在木土看小树苗。先翻五只黑暗蟹，
哦。为求房号，没有了最后一场，我来吃饭。房号好像九是多少吧？感谢捷运的续订。你不要污好不好？我开多久了？虽然知道你可能是刚下班，但是我开很久了，我还被打飞，我被羞辱，那个断线的没飞，我还飞。你来晚了吗？你来晚了，但是钱没有晚，谢谢你的75块钱。告诉我杰云，你喜欢动物吗？你有什么兴趣？我知道海胆要两点啊，现在都是双数了啊。我那时候本来开台想说，哦，等点要去烧一下海胆，结果10点忘记，12点也忘记。哎呀，刚刚本来想说，开到12点去吃晚餐，不吃午餐，然后烧海胆，然后就这样忘记了。没啊，我没工作到这么晚，然后只是忘记缴钱被罚，被断完。哎呀，你怎么会忘记这么严重的东西呀、啊？吃晚餐咯。哎，我搞不好真的吃完就睡了啊！我醒到现在，干这一定要打的哎、欸，气死了。变呐，随便呐，随便呐。我要死吗？一下好了，真的不适合打。对呀、啊，我觉得好衰哦。我堪比那天的诺英哎。哎，怎么是听着脏？你这样有好碰碰虎哦，干嘛不要清一色碰碰虎？好啦，感谢各位啦，多谢多谢啦。话说刚刚我在打榴莲的时候，教主你是不是有叫我？我叫你什么？我刚只有说你刚下班哦、喔，然后我说什么？我说没事啦没事啦什么的，忘记了，我有叫你吗？好啦，那就到这啦，感谢各位啦，大家晚安啦。有谁开台？看一下我们的麻子有没有开台？没有，有我。
丢哦。那我看一下，退取台。哎呦，发发有在开哦。好，我们来去发发台湾。发发今天露脸化妆，看你们有没有要去看。这是发发的台。好啦，大家晚安咯，拜拜。